陈靖，那陈靖今年的表现实在是相当的不错哈，打击率也是持续啊。其实刚刚有提到哈，其实中继你在练习的阶段里面呢、啊，是我们暂时回到场上，这个三垒方向滚地球快传，哇！再看这一球，其实这一球三垒手基本上在接传的部分应该有回击。起跑了，一垒上了，哇，这个应该是有下战术。这一球中外野手接杀，状况如何哦？这一球触及短打，只能传向一垒。哎，投球状况好像坏，好球是的那个数量是非常的多，对，基本上都是好球。帮富邦悍将止血，林子浩。哇！突然来了一颗，哇！这一球打击出去，中外野手似乎已经锁定，接杀出局。哦、这一球打击出去，是三右肩的穿越安打。那这一个安打可能要丢分了。这一球回传球，哇、哦！这一球咬得扎实，左外野方向落地，形成了一支安打。张永汉及取投球，这一球，哇、哦！这一球打击出去，看一下。左外野方向接杀出，他可以守住，哇，这一球咬得扎实，哇，但落点。